的。感觉这个如果认真再摆一下，还可以再摆更多台。可是他是选择把空间让给顾客比较好走路，所以还蛮空旷的，真的蛮空旷的。这个如果再挤一下，可以再摆更多台。也是以美食就是食品食物为主。炸子园，哦，它的出货量也是蛮可怕的，你看都是要给人家假的。哦，出货咯。杂货机台耶，而且我们刚刚一个人领了30块，四个人领了120块。这真的还蛮空旷的，感觉还可以再多拍几台。卫生纸蛮可爱的，这个是他们送我们的一人30块加物金，我们有四个人，所以总共有120块。耶，我们要去预购喽。妹妹说她夹这个小的寿司，妹妹来，你掏10块钱，来，哥哥。这个，有人投很多钱啊！好，来，妈妈，妈妈要你再按哦，等一下啊、哦！好，按。哦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20块，快送个好。好，按。太好笑了，螃蟹脚中了。